城的中央舞台。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十位佳丽在之前以及减重之后的一些改变。除此之外呢，现场我们的朋友还可以来参与幸运抽奖的一个环节。嗨，大家好，我是 Simon 老师，也是瘦身的营养瘦身老师。那美丽佳呢是首上市的集团，然后呢引进全世界最先进的仪器，来帮更多的人达到瘦身的效果。那办了这样的一种 Shape Idol， 也就是说瘦身大挑战，已经来到了第四届。每一届呢都为很多肥胖问题的人解决他非常多的困扰，多年困扰的体重问题。这一些年来，这世界每一届的最高的挑战者都达到30公斤以上。那如果你也想能够呢为这个瘦身问题呢来达到自己理想体重的状况，就不要只是想，就付出于行动。行动的当然呢，除了呢直接到网上去给这些瘦身者，已经成功的瘦身者投下了一票之外呢，也把自己踩出了一步，自己加入这样的瘦身的行列，是完美体态，还有呢体重的问题绝对不再是问题。只要你踩出这一步，我相信你都会如愿以偿，理想的体重指日可待。我是 Jasmine Wong， 我参加 Melicia 的瘦身比赛，做这个 Shape Up 是因为我要找回我20年前的身段。今天我非常的满意，能够穿上各种各类的服装。希望大家继续的上网再投票，我的编号是 M1， 谢谢。就是瘦不下来，然后他相信呢，肥胖将导致健康出现问题，直到侄女推荐我尝试 Mary Cha 的瘦身疗程，才获得了改善。继续治疗一段时间之后，看到了很好的效果，人也变得更有自信。之前的体重62.1，现在58.2。现场有非常多的方式可以来进行评分的一个阶段，那么今天呢68分的评分的一个成绩是由我们现场5位劳苦功高的评
评审呢为我们评出的。那么另外48仙呢，是让我们在场的所有观众呢可以到网上去投选。好，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我们今天非常棒的4位我们的评审。好，首先我们要欢迎的是媒体代表新州日报柔佛州业务开发及促进主任杨胜发先生。紧接着下来，企业代表新山五福城广场总经理 Miss Krista Su， 来掌声。2014年 Shape Up Idol 代表 Miss Shirley Lee。最后，我们要欢迎 Mary Cha 董事经理 Simon Oi 黄思庆先生。邀请编号2的参赛者。是一个弥勒佛，但是在顾问的帮助之下，以 Mary Chan 引进各国的先进高科技仪器瘦身，并成功瘦了下来。经过了短短5个月， Mary Chan 已经改造了我本身的那个体重啊，我的 shape 各方面都改造了，那么我人生也充满活力啊，各方面精神在工作上都没有这样疲倦，所以我认为这个瘦身不是单单我们不是单单女性的专利，其实我们男生更需要做这个瘦身，因为我们有这个健康的体魄，那么我们能够带给幸福的婚姻，而且幸福的生活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够投我 M2 Your Top 一票啊，因为我们已经改造了这个健康，而且我们的未来，谢谢大家。我是今天晚上参加这个 Mary Cha 这个瘦身健美的比赛，我是排名M3 的叶素琴，也是最年长的一位，所以现在我在呼吁网上的朋友们能够给我鼓励，跟我加油我在参加 Mary Cha 已经瘦了10几公斤，谢谢各位，希望各位给我加油啊，打油，谢谢。代表巴达林在呀，万物达妈奥乐的代表。
度的瘦身，让我改变，让我变得更健康，更有自信，让我的事业更上一层楼。谢谢 Mary Chan， 那希望大家投我一票。Probiotic 五合一的完美组合，能够提高免疫力，改
改善肠道的健康以及改善三高问题。 Detox Probiotic 服用方便，卫生独立的包装呢，可轻易的掌握每一次服用的分量。质地粉状，剪开包装后倒入口中，口感和味道与面花糖相似，可搭配果汁以及沙拉食用，非常的深受女士的欢迎。为大家推荐的第四样产品 Bla Perfecto 完美亮白系列，是一款结合韩国美白技术、欧洲滋润功效的洁肤美白系统，也是唯一一款美白但不干燥的美白圣品。其活性的成分呢，能够使肌肤补充大量的水分，把肌肤表面的老化细胞溶解，彻底的去除死皮，同时帮助疤痕的愈合，增加肌肤弹性以及含水量，提高保湿的效果，防止肌肤干燥。再次向你推荐 Bla Perfecto 完美亮白系列。 Amino Essential 净化毛孔洁脸霜的小分子 Amino Wash 的棉质泡沫非常细致，量少去油膏，洗后皮肤不紧绷不干涩，亚洲热带肌肤的最爱，敏感的肌肤都没有问题，让你一面洗脸一面为肌肤补充养分及水分，洗后的感觉清新顺滑舒适。那么现在只要签购我们的优惠配套， Mary Chia 会送给大家一支 MU Essential 净化毛孔洁脸霜， MU Essential 三效调理水。这个调理水呢，它无添加色素，无香精，无酒精，有助于干性肌肤的光泽度提升。Essential 三效调理水是一种调理肌肤保水度的调理液，非常快吸收，所有的肌肤使用后不紧绷润泽，但完全不黏腻，又能消炎，所以敏感的肌肤适合使用。 MU Essential 三度水凝霜，三度水凝霜具备了 cream 的润滑度、 gel 的湿度、 lotion 的爽度，其有效精华成分非常的强，吸收度超高。 MU Essential 三度水凝霜极具保水之余，也为肌肤锁住水分。 Mary Chia 带给大家 MU Essential 三度水凝霜。 MU Essential 全日修护水，那么这个修护水呢，是我们全场的观众不可或缺，它携带呢非常的方便。MU Essential 全日修护水 All Day UV Defense 含可吸收其本身重量1000倍吸收力的玻尿酸钠，使肌肤不脱水又含凝脂，能不断的修护以及压力损坏的这个细胞做修护。现在向大家推荐的是 MU Essential 全日修护水。10位里面只有1位，好，我们请 Jasmine。
深呼吸。来，在我们现场呢，我们直接可以看到他的体重是54.5。谢谢 Jasmine。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现场呢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Jasmine 他的体重呢，从改造之前到今天为止，总共是减去了多少？总共减去了7.6公斤哦，在 Marisha 的协助之下，再一次谢谢，谢谢我们的 Jasmine。让我们看一下 Ken Ho 他目前的体重55.9公斤。68.3到今天55.9公斤，总共是瘦去了，大肚腩都不见了哈，瘦去了12.4公斤。好，我们 Megan 掉的体重57.1，谢谢谢谢我的 Megan 掉，之前他的体重是73公斤，成功瘦下了15.9公斤，来掌声再一次恭喜恭喜。全面改造之下，之前90.7公斤的体重，现在的一个重量呢是61.3，哇哦，不得了了！大家知道总共瘦了多少吗？总共瘦了29.4公斤，56.6公斤。OK， Francisca 二，掌声。那么之前他的体重是65，总共减去了8.4公斤，来掌声鼓励一下。之前的体重86.2公斤，现在的体重57.1公斤，来再次给我们的 Moni 一个掌声。总共减去了29.1，29.1，you lost 29.1， congratulations！ 哇哦，55.7。总共呢已经瘦下了接近10公斤哦，没有错的话，让我们看一下。来，我们先谢谢我们的 Joy， 瘦去了5.8公斤，再一次掌声。现在的体重45.8。是的，现在呢，我们的 Penny， 她的身材是非常的均衡，总共减去了5.2公斤，来掌声鼓励一下。谢谢谢谢我们的 Penny。62.9，来掌声鼓励一下。那么他成功呢，瘦去了9.5公斤，之前64公斤，现在的体重56公斤。来，先掌声了，给我们的这位佳丽来鼓励一下，总共瘦去了8公斤那么多，再次给予他热烈的掌声，也谢谢我们的妹。那我坐在做评判的时候啊，我不只是代表美丽西亚，我也代表我自己，我也曾经站在这个台上，从110公斤瘦到剩下68公斤，42公斤的挑战者，所以我觉得瘦身不是难度，只要你踩出第一步，我觉得今天年纪也不小了，刚才我们有一个参赛者说他年纪很大，我说我年纪也不小，看起来还有一点年轻啊，我觉得我能够维持26年42公斤没有复胖，我觉得天下无难事，论原因找方法，只要你找对方法，我觉得再大的难度都不是问题啊！希望各位爱美的朋友啊，要把自己变得更好的朋友啊，勇敢的踩出你那一步，我觉得成功指日可待。来，谢谢所有的杰米的朋友。